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娱乐热榜，为你每天带来不一样的娱乐事件。首先，先给小编点个赞吧。拍了8个小时，然后涉及到我爹扇我巴掌，然后踹我，拿鞭子打我，然后鞭子断了，然后拿板打我。那场戏我是特别印象深刻的是，确实像真实中的我吧。其实我拍了那么多年戏，我从来没有真的打过人，一次都没有，从来都是打不下去。有过这样的事情，导演说我假说你这样做的话，你只会让人家受的罪更多，你不如说扎扎实实的打一点钟也就过了。不是说他说了我就能打得下去，我也给我自己想过，我就打他一下，又怎么了？这件事你怎么看呢？欢迎留言区留言、评论、订阅、加关注小编哟。